都已经不怎么样。真的不记得了。你看得懂吗？看不懂。就是我算一算，四个选项没有一个是对的。对啊，就算你上一次考一空一样。跳高。Hello， 大家好，我是 Cindy 啊。自从上一次我们在 Agnes 的频道里面拍了一个非常羞耻度 max 的一抗 DSE 试卷之后，我们为了要血耻，我们就要来挑战 DSE 的数学试卷。你们看到旁边两个人的脸部表情，现在已经呈现一个很厌世的状态。你确定是血耻吗？我想先请问一下，你们对于自己的数学能力，本来咧抽得最劲嗰排都已经不怎么样。唔系，应该我抽到。超勁超勁，最後考出嚟係 level four。Me too， 俾我摸啲。而家感覺係好似晨早流流七點起身翻學操卷咁樣。首先要特别感谢这两位，今天从非常远的地方跑来我家。本来我们约11点钟，然后昨天说可不可以晚一点？好彩你话褪后啫，因为我今日咧意思唔系，因为我揿熄咗个闹钟，瞓到11:09先起身。但今天跟上次不一样的是，我们有小帮手。那所谓的小帮手呢，就是我们在做题的时候，总共有两次的救援机会。首先第一个就是你可以 call out 给你的朋友，或是你觉得可以帮你解题的人。第二个呢，就是可以用一个线上学习平台叫 Snap Ask 来问老师，然后请他帮你解题。所以至少我们今天应该会对个两题吧。然后另外一个小小的道具就是有这个骰子，等一下大家如果有需要的话就可以随便用，对，随便用随便用，好不好？好。那我们现在很专业的准备了那个计算机，你知道自从我大学毕业之后就没有看过这种计算机了，你知道吗？你们以前大学也是用这种类似这种？真的不记得了。我感觉我们只会用到这一块而已，其他都不会用到。完全忘了怎么用。净系识得加减乘除啫喎，嗰啲 program 完全唔记得喎。我有 program 猫字。我认得这个。哦吼，俾我睇下。好劲啊！呢啲咧系嗰阵时咧去嗰啲补习天王咧。你听得懂吗？我听不懂。嗰啲超级。超級 program， 今天我们总共只会做选择题第1到30题，因为反正后面都不会做。嗯，对对。好，那我们就准备开始咯。来，我们先加油一下，好不好？好虚无啊！大脑正式要开发啦，第一题已经唔识做。What？ 明。为什么我算一算？四个选项没有一个是对的。对啊，我也是。然后随便选。我先要call out，我要call out给Ian，我先拍个照给他。他还没有睡觉吗？还没有。我刚刚说你今天必须要醒着回答我的问题。我头先话三个人好简单，但系我一睇都计唔到。Please help, I can't solve this. 哎，这个都不知道怎么做。我跟你讲，他是理工男哦，那必须要赌上他职业的尊严解这一题。就算你上一次考一空一样。一直说给我5分钟，希望他答对，他答错就我们也没办法。伊恩来答案了，伊恩给了我一个用的很简单。哇，你看得懂吗？看不懂。他是不是觉得很简单？他应该是这样子觉得吧。人家不知道，以为他们做了很多个小时。各位，考试时间剩下5分钟。是。你一进度如何？我还有一半呢。求救。系，请问你想要用啲乜嘢 ？Snap us。来，这里。咁样，不好意思，我真的不记得了，怎么办？停。哦，所以这样子。咁希望都会有啱到1分嘅。我觉得某种程度来说，做这个试卷是英文试卷，但我发现有很多字我都完全不知道什么意思。呢个系咪我啱先问？系啊系啊。OK， 好，好，得我得我，因为而家冇时间，所以问咗一个呢个 fast response 嘅。哦好啊。不过 I'm so confused， and 他说 I will explain in detail。我觉得很好呢。
好的，我已经收到，我刚刚收到了我的 tutor 的回复了。我的24题呢，答案是，哇，他整个画出来给我看，我来瞧一下。Nice, thank you so much. You are my life saver. 然后他看到这个讯息就莫名其妙，这个人。哦哦，这是谁的？汪汪汪！我的来了，你的来了。哇，刚米灰闪的，他在每个 step 都在叫我哎。哇，看我用骰子。好 ，B。好，我们现在已经做完这个试题了，我们现在就进入到对答案的时间了。请问我们有信心吗？没有。头先 Agnes 佢话佢好多答案都拣 D 啦，啱啱睇咗有一个怪消息，就系其实 D 嘅答案好似少咗好多。好，咁我照读啦。好，第一条 C。It's true, it's true. 十一 ，I'm sorry。十一 A， 点解十一 A 嘅？吓，点解？点改嘅？我写 A 啊，我写 A 啊，系我诶，我那个 last 跟给你看反了，三十。哎，我觉得我真的好像比上次好诶。答案如何？好，我们现在公布我们对了几题？十二、十一，我对了十五题。重点是及格哎，真的及格，我好劲喎，系咯，50% 系应该 level 几咧 ？Level two 啊，唔系冇啊 ，level three 先合格喎，应该 level three。咁我哋又系 level two 咯，你今次。你知道吗？我有两题是掷骰子猜对的，然后有厉害运气的问题。你可以去那个 Snap Ask 做 Tutor 啊，我也觉得你不要害人。我接到问题之后，我再在 Snap Ask 上面发问。对。那我们现在已经考完试了，然后我们就来简单介绍一下我们刚刚使用的线上解题平台。这个平台叫做 Snap Ask。这个平台除了可以让你24小时随时问问题之外，上面的老师他们的品质都很有保证，因为每个人都已经考过 DSE， 然后也拿过很高分的成绩。我们刚问问题的时候，老师也就是都很细心，他们是真的一个步骤一个步骤会写下来跟你说为什么会 A， 为什么会 B， 为什么会 C 这样子。另外一个好处呢，是它这个平台上面包了中小学的全科。你可能平常是一个比较害羞的人啊，可能不好意思去问老师，不好意思去问朋友的话，你就可以直接线上拍个照给老师，然后他就可以帮你解题。除了发问解题之外，这个平台上面还有很多其他的功能，例如佢会定期更新高方的中英数教学短片，同埋佢有唔同科目嘅练习题啦，按照自己年级去挑战唔同嘅题目啦。如果做到唔识嘅话，又可以即时发问。现在新用户只要下载 Snap Ask 的 App， 然后注册。就可以获得一条免费的问题，填写个人资料之后就可以再多一条。之后如果你介绍给你的亲朋好友的话，你可以最多再获得三条免费的问题，或者你可以选择付费的方案。最简单的就是每个月港币888块可以问100条问题。那台湾的方案大家可以到台湾的官网上面去选择最适合你的方案。那如果你想要来挑战一下我们今天刚刚做的这个模拟卷的话，你们也可以到 Snap Ask 的 App 去注册之后就可以登记领取。咁就可以睇下你哋高分过我哋几多啦，可以羞辱我哋啦。我会把下载链接放在下面的资讯栏，所以如果有兴趣的朋友可以到下面去看一下咯。但我们现在三个人做数学卷真的好难，我觉得系咁多份卷入面最难的一份。我觉得通识卷难啲，唔该唔好问我挑战通识卷。哎，但其实你们以前是每个人都一定要考数学吗？对啊，对啊。还是说如果你选文科的话，就可以不用考数学？一定要的，数学是。大家还是要珍惜念书的时光，真的。有还有 DSE， 大家加油！虽然现在很辛苦，但是希望是值得的啦，是值得啦。我跟你说，我们在做卷的时候，魏琪在旁边兴高采烈。哎呦，你们辛苦了、你们要问问题了吗？还有几分钟呀、你们剩五分钟喽。好啦，那今天谢谢两位跟我一起在挑战数学。我真的没有想到，我今天数学能够堆到大概一半。所以我算是成功血耻了吧，我现在可以再踢一个必胜了。okay, 那下一次是什么卷？对啊，下次我要说下一次。好啦，那今天就这样子，我们三个现在已经脑子被差不多抽空了。可以去食嘢。他刚刚已经整个是这样缩起来，这样发呆。你现在先模拟一下你刚刚的状况。要睡觉了。他刚刚是这样子。那我们就下次影片再见了，拜拜。拜拜。
my brothers one day we gon' make it. We just gotta grind for that paycheck. Mama told me.